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5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7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上午9时至9时18分，10时至下午1时8分，20时33分至4时59分，5月28日上午9时50分至下午4时15分，5时至58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徐委员永明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7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461案，经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462至505案为交通委员会等所提报告案；第506至509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44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52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15案经决议修正通过，第16案、第17案经暂不予处理，第18案至21案经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同意权之行使事项决议，李进勇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其他事项：一、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3案及国民党团提更变更议程3案，均不予通过；民进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已通过。二、108年5月27日朝野协商结论1项，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7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7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总统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规定，提名杨惠清、蔡忠真、谢明阳、吕太郎等4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咨请同意案，程序文会议前拟请会交全院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委员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那么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处理，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26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的21人领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1条及第4条、第40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此委员的有意无意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的21人领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组织法》第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此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的22人领具《高级中等教育法》第19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此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的21人领具《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等18人领具《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31条及第35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柯承芳等21人领具《儿童青少年福利与就医保障法》第33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7人领具《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增订第16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委员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林立产等23人领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委员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林立产等23人领具《眷村文化保存及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请委员交教育界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吕玉玲等16人领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蒋万等18人领具《劳工保险财务永续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张宏禄等16人领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第2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高陆勇、邦吉拉等19人领具《警察勤务条例》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高陆勇、邦吉拉等16人领具《中华民国宪法》第8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七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领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7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17人领具《毒品有害防治条例》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
六十二，本院委员陈素月等十八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自由抚恤条例》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全院的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十九人拟具《营造业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的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十九人拟具《营造业法》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二十一人拟具《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二十二人拟具《姓名条例》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二十一人拟具《保全业法》增订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二十人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第二十三条及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林黛桦等十六人拟具《健康食品管理法》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陈赖素美等二十三人拟具《国家金融安定基金顺势及管理条例》第八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陈赖素美等二十三人拟具《卫星广播电视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及第五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六人拟具《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江苏重建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童慧娟等二十一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等二十六人拟具《学校卫生法》第七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界文化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吴世阳等十七人拟具《公务人员考绩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吴志阳等十七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护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界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六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等拟具《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草案请审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院会报告事项第三十六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进入二读，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进入二读，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会委员洪泰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罗委员明才、林委员德福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
出席97人，赞成5人，反对9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下一案。第37案，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机关总预约法第3条、第4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事业用爆炸物管理条例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9案，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7年度工作执行成果及收支决算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0案，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107年度决算书及会计师查核报告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1案，侨务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海万信用保证基金107年度决算书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保险业双人结合本理赔办法第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受托机构发行收益证券特殊目的公司发行资产基础证券处理准则部分条文及受托机构募集或私募不动产投资信托或资产信托受益证券处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及保险公证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外国保险业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期货商负责人及业务员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及期货经理事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务部函送金融科技创新实验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本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8案，财政部函送107年度个人捐赠公共设施保留地，或经政府辟为公众通行道路之土地，列报列举扣除金额之计算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9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民间机构参与交通建设适用投资抵减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0案，财政部函文修正国有非公用不动产出租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1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报关验设施管理办法第37条、第38条及第3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2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8年第一届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3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海运快递货物通关办法第18条及第18条61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4案，行政院主席总书函送108年度中央政府预算截至第一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5案，行政院主席总书函送107年度中央政府预算截至第四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6案，中央银行会修正中央银行编制表，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7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免自行负担费用办法第2条附表一，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8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扣取及缴纳补充保险费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另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9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卫生福利部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六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给付置换特殊材质人工髋关节含陶瓷及金属对金属界面人工髋关节诊疗服务，但超过置换传统人工髋关节诊疗服务之费用差额不给付等六项。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特殊材质人工髋关节为全民健康保险自付差额之特殊材料品项类别等六项。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生物制剂收费标准第五条及第四条附表。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公告，贩卖业药商实施西药优良运销准则制药品与药商种类事项方式及时程，需冷链储存与运输之制药制剂。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专业事项审议办法第六十一条，台湾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新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方案巡回地点列属药事法第一百六条所称无药事人员职业之边缘地区列表部分附表。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化妆品严重不良反应及卫生安全危害通报办法，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化妆品产品供应来源及流向资料管理办法，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化妆品回收处理办法，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化妆品证明书和发给管理办法，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医疗器材传院登记及广告时常费收费标准，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输入蛋品及蛋制品供食品用途应检附输出国官方卫生证明文件，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一百零八年一月至三月执行政策传播说明广告一览表，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多重残留分析方法物，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苯甲酸钠，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应让换血酸钠，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劳动部函为修正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案件审理给付报酬标准第七条及第九条条文，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出规审定十七条及第二十条条文，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来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八十二行政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淘汰二十九机车及新购电动二轮车补助办法第六条及第八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由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一案行政环境保护署函送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化权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由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二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新购或改装油气双燃料车补助办法及降低专用液化石油气售价补助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三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使用中汽车排放空气污染物检举及奖励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四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修正汽车排放空气污染物遥测筛选标准及使用中车辆之认定及检验实施方式，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五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修正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费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水中金属及微利用元素检测方法感应耦合电浆原子发射光谱法 NIEAW311.54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水中金属及微利用元素检测方法感应耦合电浆原子发射光谱法 NIEAW311.53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八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文修正行动宽免系统审验技术规范第二点及第五点，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九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文修正广播节目广告区隔与植入性行销及赞助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条及第十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院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案交通部内政部函文修正大众捷运系统量测进线进件限件办法部分条文及第七条附件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一案交通部函送中华民国台湾与图瓦鲁政府在1978年航海人员训练发展和当值标准国际公约架构下承认在图瓦鲁国籍船舶服务之船员所持训练与适任证明文件协定英文月本一本及中英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院内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二案内政部函送全国性合作及人民团体业务财团法人适用财团法人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追定财产总额，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三案内政部函为废止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补助办理自行实施更新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所以呢，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四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部分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五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合作社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六案内政部函为修正消防管制准则第六条附件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七案内政部函送各级都市更新及专业处理审议会设置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八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第九编工业区西部计划第六十条规定，程序委员会建议，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内政部函为修正玉山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第十七点规定，程序委员会建议，拟请会交上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都市更新条例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案内政部函为都市更新团体设立管理及解散办法，名称修正为都市更新会设立管理及解散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3案，内政部函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办理都市更新案108年第一季推动情形及季度表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4案，内政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补助县市政府团体及个人之奖补助经费计报表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5案，内政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计报表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6案，道路委员会函送108年度第一季道路委员会补捐助经费蓝表程序文会议件，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7案，客家委员会函送客家委员会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文会议件，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8案，教育部还有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3条条文，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反对。反对，我们就进行处理。那么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何委员自委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但是一反对呢？不用表决，这个定的意义是不是只是一个表决，不能表决？是嘛？这个是全部有，好，张老师拿不出来啊。这不能提交审查，意思就是60条、61条就不能表决。他基本上有党团要求交付审查，他拿不得到一点在手上。这以后再去讲，以后再去讲，这嘛都已经不要管你。对啊，以后再让他们走，那少数代表嘛，没审查。再要动办民主，再要动。但是再要动少数，那他嘛就改成党员嘛。表决结果。出席50人，赞成29人，反对7人，弃权14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好，赞成者29人，反对7人，弃权1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来下一案。第109案，教育部还未修正教育部幼儿教保服务咨询会设置办法第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0案，教育部还未修正公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请教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1案，教育部函送国立高职中等校学校委托私人办理实验教育评鉴奖励辅导及接续办理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2案，教育部还未修正公告国外国特定专业人才具有体育领域特殊人才，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3案，教育部还未修正幼儿园兼办国民小学儿童课后照顾服务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3案，教育部还未补助奖励及辅导社区大学发展办法，明确修正为补助及奖励社区大学发展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5案，教育部函送全国性教育财团法人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16案，教育部函送全国性教育财团法人电子资料传输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19届教育部函为修正特殊教育学校设立变更停办合并及人员编制标准第10条条文，程序委会先提请文教教育检文化委员会。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18教育部函为修正幼儿园评鉴办法，程序委会先提请文教教育检文化委员会。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19教育部函送社区大学学习证书发给准则，程序委会先提请文教教育检文化委员会。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师每周教学结束标准第二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举办准则第9条条文，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的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文化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修正文化创意产业运用国家发展基金提拨投资管理办法第3条、第6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文化部函送全国性文化事务财团法人诚信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文化部函送108年1月3日该部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文化部函送108年1月4日该部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议案内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6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各项财务改善措施之执行全校108年第一季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先提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7案科技部函送产业创新企业计划108年第一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先提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8案科技部函为有关于各类媒体办理政策宣导、新闻广告，该部108年第一季无相关执行情形，程序委会建议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29案科技部函为修正科技部及所属机关提供政府资讯收费标准第3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130案考试还未修正公务人员特种考试民航人员考试规则，并废止公务人员特种考试民航人员考试飞航管制人员体格复检标准，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务处函为修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务处处规程第9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司法院函送该院主管108年度第一季补捐数团体及个人经费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3案司法院函为修正各级法院法官评核办法部门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招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34案司法院函为修正法官进修考试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35案法务部函送法务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化学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6案行政院函为中华民国108年5月10日修正公募制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定自108年5月12日施行，程序委会意见，内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7案行政院函为废止台湾省自议会会长暨会馆提供使用管理及收费标准，程序委会意见，内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8案国防部函为修正陆海空军军官士官并生退伍除役检定标准第3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9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国防部处规程第5条、第6条及第18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0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国防部参谋本部处规程第4条、第7条及第11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1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国防部军备局处规程第4条、第5条及第10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
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2国防部改为修正国防部政治作战决策规程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3国防部函送国防部申请国家安全人员申请出国办法，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4国防部函送108年度第一季依预算法第60条之100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票，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5国防部函送该部108年度第一季公共补捐助团体及个人情形情报表，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6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退出官兵福利服务业务财团法人设立捐助财产最低总额及现金总额比率，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7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退出官兵福利服务业务财团法人当年度对个别团体法人或个人所为一定金额以上的奖助或捐赠，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8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退出官兵福利服务业务财团法人之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分配，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9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退出官兵福利服务业务财团法人诚信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2外交部海外修正外交部及驻外管处处理外国人与我国国民结婚申请来的面谈作业要点第3点、第7点及第10点，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2经济部海外修正度量衡业自行检定管理办法，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0经济部海外修正应税检验太阳眼镜及太阳眼镜镜片说明之相关简规定，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3经济部海外修正应税检验免制马桶便座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修正为应税检验电子式马桶便座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4经济部海外修正应税检验旅行箱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0经济部海外修正应税检验电锅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6经济部海外废止温室气体查证实施办法，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7经济部海外修正经济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办法第3条附表，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8经济部函送该部及所属单位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理宣传宣导之相关广告前置108年第一季汇成表，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9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函送特定水土保持区一定规模以上之地貌改变设定办法，程序委员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2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申请农业用地做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审查办法第28条、第29条及第21条附表4，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0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有机农产品认证机构许可及监督管理办法，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0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有机农业促进法施行细则，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3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检举违反有机农业促进法案件奖励办法，程序委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3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进口有机农产品审查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0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有机农产品有机转型及农产品标示及标章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见立行外交经济委员会。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16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农业财团法人依据用财团法人法》第64条第二项追定财产总额及纯净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文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16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承租公有土地或国营事业土地做有机农业使用优惠办法》程序文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6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有机农业奖励及补贴办法》程序文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6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农业财团法人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编制办法》程序文会议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7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营业渔获无货渔产品出口业者核准及管理办法》第17条条文，程序文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7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制进口应遵行事项第一点》，程序文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7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船赴北太平洋从事秋刀鱼捞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第5条附件和第29条附件四，程序委员会见，另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第17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船从事游钓鱼捞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附件，程序委员会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办院会第174案至第284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23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第234案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74案至第284案为经侨院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收税收第6款第1项决议81/12书面报告，司法院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收税收第4款第1项决议14书面报告，房屋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矫正署决议时检视作业营收劳作金提拨比例及受信人实收情形报告资料，减送第10款第1项决议13评估是否应加速少年福利院改善报告资料，减送该目决议54说明报告说明书面报告，减送第10款第1项决议21报告资料，减送如何有效提升起诉品质以提高贪渎定罪率书面报告，减送行政执行署新增决议书面报告，全区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未来聘雇人员退离给予法令新制如何有效传达机制书面报告，教育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经济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社区大学办理地方发展与人文素养报告，减送持续精进补救教学实施成效报告，减送精进补救教学实施成效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持续精进补救教学实施成效报告，减送公立公国立公立国中小校生耐受能力改善执行情形报告，减送新住民语言学习精进作为书面报告，减送打造乐龄运动环境健全乐龄运动基础设备书面报告，减送国中高中阶段学生之公投申读及相关法制教育报告，减送原住民族部落大学之发展法制定位全责分工及办理现况，减送农业技术人才评书面报告，减送落实校园环境安全卫生管理与实验室职业安全卫生教育书面报告，减送国民及学前教育所商界人力办理情形与检讨报告，减送经济补助奖励就是强化社区大学课程发展并建立学习证书发给制度报告，减送推动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执行成效及策进作业报告，减送推动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执行情形报告，减送所属医院之占床率未达该类医院目标执行检讨报告，减送高教深耕计划提升国际竞争力书面报告，减送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增列13亿元措施之考核机制书面报告，减送推动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执行情形报告，减送偏远地区学校评估指导评估指标检讨报告，减送
学校人员提升特教智能报告，结送协助大专校院提升学生住宿数量与品质书面报告，结送公立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情执行情形报告，结送美工一日超强职人360度 VR 职场体验影片检讨及改进报告，结送新住民文师资聘任规划报告，结送与其他部会合作推动博士培育政策书面报告，结送国民教育幼儿班原住民族原住民地区幼儿教保服务机构人员资格限制及聘用族语教保人员评估报告，结送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执行情书面报告，结送加强大专校园艺术科系学生之著作权与智慧财产权保护实施计划报告，结送检讨财政法人私立学校新学基金会存在必要性及设置功能不彰之精进作为报告，结送原住民族艺能班族服乐舞课程教师凭证或族语师资共聘已达专职化评估报告，结送青年海外度假打工网站资源检讨及改进书面报告，结送国民级学前教育108.8例度施政目标规划报告，结送青年体验学习计划未来执行改善报告，结送建构高级中等以上学校特殊教育处理人员资料库平台报告，结送引导大学专设调整系所配合国家发展人才培育及产业需求报告，结送康宁大学教授境外生为之常有经验书面报告，结送办理去年职场体验业务检讨及改进报告，结送未申请未就业青少年转型及辅导措施报告，结送台湾重点留意奖学金示范计划报告，结送改善高中职以上学校学生规律运动进行报告，结送国民级学前教育所学业25逐步降低双技能力办理进行与检讨报告，39逐步降低双技能力办理进行与检讨报告，结送增进国民义务教育学生及教师入园文化教育策略报告，结送增加学校办理户外教育次数与提升办理之诱因报告，结送加强办理家庭教育及相关促进作为报告，结送加速扩大公共化教保服务供应量提升公共化幼儿园办理课后留园比率报告，结送我国首子女化对策计划25岁幼儿教育与照顾政策报告，结送强化大专校园校长遴选机制学生权益保障校园民主及学生会运作之书面报告，结送多元教育模式推动性平教育报告，结送新住民子女鼓励就学措施报告，结送有功教练奖励办法制度检讨报告，结送校园既有建筑及设备更新规划报告，结送研议私立高级中等学校退场机制或因应少子化配套措施报告，结送高级中等学校免学费方案检讨改善报告，检讨改善及强化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能力报告，检讨改善及提升私立高中职教学品质报告，结送调查中途学校教职员聘用或经由社会工作人员需求报告，结送偏远地区学校阅读推广专案报告，结送常态性调查高级中等学校各学群升学就业比率差异原因评估规划报告，结送建学申请辅导体制报告，结送大专校院校长遴选制度改善书面报告，结送将体育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报告，结送完善运动教练工作保障之方案报告，结送增进原住民族多元师资及教材编撰策略报告，结送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计划型补助前沿书面报告，结送解决各级学校各地区学生增加运动空间差异及增加运动空间管理人员报告，结送学校运动防护人员学校专任运动教练及新南向政策报告，结送新住民语文教学支援人员聘任规划报告，结送处理假讯息及错误资讯之标准作业程序书面报告，结送促进乐龄体育计划报告，结送各地方政府专业辅导人员人力配置情形及研议修法方向书面报告，结送该部决议87运用商界人力办理情形报告，64运用商界人力情形及检讨报告，结送台湾重点领域奖学金置办计划报告，结送高教生根计划提升整体高校品质报告，结送提升大专校园招收新南向境外生品质之管理机制报告，结送结合观光与体育国际赛事提供他国冬季一定训练场域之可行性报告，结送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书面报告，结送强化大专校园校外实习生权益保障书面报告，结送提升公共共化幼儿园办理课后留园比率报告，结送偏乡地区24岁幼儿评价教保服务及津贴补助报告，结送研议原乡地区及偏远地区学校学生交通车是否宜得再送幼儿园幼童报告，结送协助降低原住民族学生辍学及休学或丧失学籍情形报告，结送推动健康饮食教育减少厨余作为书面报告，结送辅导地方政府依法聘足专任教练最终机制报告，结送协助宣导卫生福利部推展社会福利补助
住作业要点及申请补助项目及基准之具体作为说明。接送针对学校办理外国人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涉游戏侵害或性骚扰事件防预防及处理事项书面报告，接送我国代表团参加2020年第30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勤支援规划报告、后勤支援规划及经费精炼报告。科技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接送国家研实验研究院创投规划书面报告，接送博士创新之新计划执行进行说明书面报告，接送对待 AI 等新科技技术之科研嫁接与落实产业应用书面报告，接送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计划书面报告，接送中央研究院科技预算筹编书面报告，接送亚洲戏骨创新创业链接计划新能向经费说明书面报告，接送产学合作研究发展方向各自计划预算编列及历年执行指标与达成进行书面报告，接送科学传播资讯委员会委员组成现况及未来临聘规划书面报告，接送积极与教育部整合人才培育计划书面报告，接送博士生奖学金补助方案规划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案会第285案至第393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310、311、316、317、319、323、326、323、346、338、349、379、38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333、33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285案至第393案为文化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接送有形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执行与目标达成进行书面报告，接送国家人权博物馆决议1、2、3期书面报告，新增决议2书面报告，接送税收第21款第1项决议23、60期书面报告，接送补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书面报告，接送税收第21款第1项决议44、43、60、40、64、55、60、58、36、25书面报告。第9项决议4书面报告，接送文化资产局决议5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接送决议12南苑非遗博物馆区域规划可实地请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事项3住屋规程修正之拟案规划书面报告，16近3年非典型人力雇用书面报告，39研议成立国际交流处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劳动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接送劳工保险财务问题书面报告，接送社会工作人员纳入2008年度专案劳检对象之说明，接送保障远洋渔工劳动权益之说明，接送刊物发行流通状况及检视全面数位化可行性书面报告，接送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增加研究成果推广之角色比重与管道书面报告，接送对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性补助情形，接送研拟改善营造业重大职灾频传书面报告，接送各地方劳动行政主管机关3个月内接获专柜人员申诉之受理情形，检送具体改善及解决运输仓储业劳工普遍过劳情形之说明，检送罚款及赔偿收入罚金罚款执行及追效资料，检送强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建制执行进行报告，检送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未来研究量能提升及增进人力配置活化组织再造说明，检送派遣劳动政策立法具体规划报告，接送相关法律及派遣专法之法制化作业及准规划说明，接送甲承揽尊派遣情势积极处理机制说明，卫生福利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接送加强感染防治书面报告，接送儿童死亡回顾机制规划书面报告，接送药妆管理业务书面报告，接送社会工作师考试实习或实地工作认定标准之说明，接送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相关
书面报告，简送提升施政政户整体成效书面报告，简送食品管理相关业务经理书面报告，简送陈旭充省市工人力书面报告，简送尚未申有户籍之非本国籍配偶或大陆地区配偶纳入社会救助法照顾之说明，简送演艺多元族群健康基础资料库与健康促进推动专案计划书面报告，简送研议有效鼓励收治重症医院之管理方案书面报告，简送中央健康保险署针对异常案件强化审查及场所作业书面报告，补助严重听损儿童双耳电子耳可行性说明，简送营造健康幸福社会及统计用分治计划书面报告，简送儿童与少年未来计划及未来教育及发展账户执行情形说明，简送国民健康署公卫护理师职业安全性检讨及确保书面报告，简送急难纾困专案执行书面说明情形说明，简送社会救助法第五条第三项第九款方式评估实施现况说明，简送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发展账户执行情形说明，简送急难纾困专案与急难救助研议准评说明，简送加强扩充社会福利给付总归户系统资料说明，简送急难纾困专案执行说明，行政环境保护署海外108年度中央政府组织授权义，简送加严管制进口产业用料及流向追踪与强化落实资源回收之说明，简送推动领导神户水质改善方案报告，简送如何对毒物及化学物质导致致复合性灾害进行妥善人员训练之说明，简送垃圾掩埋场重新活化推动成果报告及废弃物循环经济规划书面报告，简送该署决议55推广使用电动蔬果运输车书面报告，简送推动改善水库优氧化之具体作为书面报告，简送化学及评估与设地方政府合作强化床厂之辅导查访说明，简送针对石化业进行长期环境监测落实推动石化业污染减量工作说明，财政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简送税收历史环第三项权益12检讨优惠奖励税制说明，第二项权益4公股银行与中国所设分行书面报告，第新增权益2税务奖励金制度及方法进行报告，第一项决议15书面报告，第三项决议17评估税务案件协谈作业法制化可行性书面报告，决议15降低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核定补税案件相关改善作为书面报告，简送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补助书面报告，简送税收第十款第三项决议26评估税务案件协谈作业透明化书面报告，第一项决议16税务案件实地调查录影录音相关作业规范书面报告，简送通案决议7书面报告及统计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简送金融业配合政府政策于新南向国家设置据点应加强建立合作书面报告，简送金融科技发展健全兼顾金融科技消费者权益书面报告，简送金融科技的国际趋势及与未来前瞻书面报告，简送重新检视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措施书面报告，简送如何应用监管科技有效强化金融治理书面报告，简送宣导微型保险书面报告，简送与部会地方政府合作协助宣导微型保险书面报告，简送与各相关单位合作协助推广微型保险书面报告，简送协助宣导微型保险之说明，简送与部会合作协助宣导微型保险之说明，简送与相关单位合作协助宣导微型保险之说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权益，简送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计划型补助款报告表，交通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部新增权益50道路疲劳驾驶问题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对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型补助进行书面报告，简送强化农民学院功能培育农业人才之具体措施书面报告，简送与会会员会籍建立与会组织区域及会员资格认定检讨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经济地理资讯系统整合计划书面报告，行政院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督促相关机关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规定完成设定定或修正之法令办理进度书面报告，简送政府机关治安防护强化作为书面报告，简送108年度配援出国计划预算增加检讨书面报告，内政部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计划型补
中情形书面报告。前送该部主管第二项权益，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应尽速管办理管理处之正式成立事宜书面报告。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前送动漫检讨补助原住民经济弱势建构及修缮住宅作业要点之说明。前送办理增划编原住民保罗地业务宣导方式书面报告。前送105年莫兰蒂台风台东县淡武乡爱伯埔部落重建案办理情形。前送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展演活动传统智慧创作占用权授权程序及相关机制具体措施。海洋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前送海巡署台中港海巡基地新建工程计划及海巡署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书面报告。国防部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前送国军重大军事采购为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执行之妥善性及预期效益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全国新公民投票案定时议案相关影响改善策略及后续法制作业实程规划专案报告。前就业环境保署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该署主管第一项新增决议16之说明。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394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394案至第398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有关106、107及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检讨报告案件处理文件。第399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交付审查相关请求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锁定审查及成立审查期限。第400案至第405案为本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委员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第406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林委员一华等所提临时定案之延处期限。第407案为本院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身为公正人士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七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名单如下：民主进步党党团汪秀琪、黄世新、吴作乐、张凤毅、陈东升、苏正平、陈莫明、王静丽、苏茂盈；中国国民党党团杨泰顺、廖元豪、吴玉生、叶静元；时代力量党团罗世宏；亲民党党团魏志忠。质询事项蒋锡俊答复部分，请求函送本院马委员文君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公司主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审委员智慧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37件，宣读完毕。赖委员释保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徐委员裕仁声明，对刚才之表决，除第108案外，其余均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静怡声明，对刚才之表决系按反对，列入公报记录。蔡维异于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4案，先进行第一案。发言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一案，建请增列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酒驾的法案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因为与议程原列讨论事项第一案相同，因此就不予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及第16次约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面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及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条文草案，增订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文籍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议罚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6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林俊宪等17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3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现在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跟院会报告，中午我们不休息，有帮各位准备便当啊。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6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4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这变更议程要准备整一点吗？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33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
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周春明等十七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五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七十一人，赞成五人，反对六十六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六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基等十九人、委员周春米等二十一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六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现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七十二人，赞成七人，反对六十五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七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讨论事项。将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郭正亮等十七人拟具消防法增订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七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廖委员郭栋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好，
廖委员国栋声明对第六案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八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6次院会，建请将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坚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建请将本案列为讨论事项第8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柯委员致恩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0人，赞成5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0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6次院会，建请将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列为讨论事项第9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吴委员秉睿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请宣读提议内容。第十一案。第十案。来，请宣读第十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建拟请将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十三次院会一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编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拟请将第九届第六会期第三次院会一读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与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1人，反对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2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六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施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5人，反对9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3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6次院会，拟请将委员徐永明等16人拟具《幼儿教育及教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5人，反对65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4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6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至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郭委员郭文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9案，先进行第一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本院立即做成决议，要求蔡英文政府宣布气候紧急状态，积极面对，有效处理气候危机，零碳台湾永续健康，召开全国气候会议，以展现我国贡献国际社会之决心，并维护我国2300万民众基本之健康权，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立即废止陈水扁保外就医许可，让精气神状况俱佳、口齿表达清晰、健康状况良好的陈水扁回监服刑，以维护司法公信力，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一，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率同相关部会首长列席，就公股行库人事调动作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我没来排队啊，提这种案闹意，我都想无因自己想啥物。你甲看，你浪费下早2点钟的时间。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34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议，将本院内政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纠缠行为防治法草案等案，及委员庄瑞雄等16人拟具纠缠行为防治法草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议，将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费鸿泰等16人拟制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5及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列为讨论事项第2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34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议，将委员郑天才等16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列为讨论事项第3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5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议，将委员郑天才等17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列为讨论事项第4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自委员会就九九九九相关议案并案前，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应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Thank you.
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5人，反对6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八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请将委员黄昭顺等16人拟制《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服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自委员会抽出经复额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1人，反对65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6次会议，建请将委员柯志恩等17人拟制《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服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自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陈委员移民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6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建请第9届第7会及第16次院会议程阵列讨论事项如下：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院应于1个月内依据《空气污染防治法》及《温室气体减量
减量管理法，针对空气污染及温室气体减量提出5年阶段管制目标，并开始施行，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5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4案，先进行第一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6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立案顺序如下表29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拟请院会将委员叶宜津等17人拟具《国家安全法》增订第2条之2条文草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3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请院会将委员许志杰等19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至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无异，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6次会议，拟请院会将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2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均至财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八院会变更议程已处理完毕，现有本院委员柯建铭等人针对院会所作，将委员许志杰等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至委员会抽出进屋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召集协商，将委员叶宜津等人拟具《国家安全法》增订第2条之2条文草案，至委员会抽出进屋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将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26条条文修正草案，《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均至委员会抽出进屋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等决议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八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针对委员柯建铭等人所提复议案有异？好，反对，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啊，我觉得那个秘密不能躲之类的。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0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附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议通过。报院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现在休息。